各位老师，我是我们的历史讲师地球陌生存的更新介绍篇。那今天的话是1.9.9版更新的汽车旅馆，汽车旅馆是两个骷髅头的难度，然后这宝箱就别理它了。然后跟警察局比的话，警察局三个骷髅，然后农场的话，农场一样是三个骷髅，所以说是比农场还要，就是应该也比地堡在，就是比地堡那些再低一级，大概是这个吧，黄色森林的难度。然后进入之前的话，请先准备，就是4把斧头的制造材料，然后就是跑过去。那我看吧，上面已经有人做介绍，简单的介绍的话，我们今天就直接做那个详细的攻略，就把整个地方打完。那他们是说里面的怪很弱，所以都不需要带什么很强的武器进去。哦，所以我带几把枪，带几把东西，所以我就尽量扣把打。好，go go。然后这外面都有材料可以捡，所以说如果你真的缺木头之类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捡。看起来是这样子啦。然后这边石头，好简单。然后开垃圾箱，外面都有一些材料，所以说应该也是可以捡。好，然后外面有材料可以捡。然后有80的怪，所以说，因为我算很好啦。对，外面有一只80，然后啊，对，更新之后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建造材料，这是蛮新的，就是一个新的抽奖箱，你们可以抽抽看。我是不建议他去抽这些东西啦，没什么意义。然后，哦，这边有个汽油瓶。我们是要把那门炸开吗？还是要把门打开？嗯？看，应该是等一下把它炸开。那我饿了，需要吃的。还好我有每日奖励，也没有啦，所以说不用操心，好吗？所以里面也是40的怪啊！干，一车，里面有80跟40的怪居多了，看起来。然后这边有吧台，听说他们是在这边拿到最好的奖励，听说。我是听说啊，但是我拿到的东西没有很好啊。然后我刚刚看到后面的东西，我们先绕到后面去打。对，它后面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看。哦，后面就是变成就是可以采物资，然后之后就是有物资可以拿，然后终于可以用这些物资去敲那些没办法开启的门。啊，这边台车，这是跑车等级的哦，票券，等等，总之我想要呀，票券、材料、空瓶子进去。嗯，其实我不想喝啤酒，啤酒一堆了。然后这烤肉架嘛，烤肉架应该会有食物或是其他的东西，或是木炭之类的。哇塞，一烤火鸡耶，赞哦！好，然后差不多后院就是这样，后院就有一台车，然后做一个那个，啊，这边也没办法开，所以说我们得走回去。然后现在早上6:42，所以我鼻子有点。造成的过敏，然后僵尸一样是等级没有很高，反正就一个箱箱也开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房间也开，哦，还不错嘛，有武器跟装备。哦，这一间就不用开，你看到了吗？这间就不用开了，然后再来这边就是有一个需要。气瓶，所以刚刚看到气瓶就可以把它搬过来，然后炸开。我觉得可能会那个爆炸，就是它是第一血量30之后就会爆炸，所以要注意。让开一点。哦，所以爆炸时间还蛮短的。然后三只僵尸，这时候拉一下。
其实拉下会比较好一点。在爬起来之前打死他，我觉得会比较省一点，那个就不太会受攻击。诶，这东西还不错诶，那我拿这个跟那个往哪换哪一个？瀑布吧，瀑布的话也可以拿来做，可是，好，电梯我现在用不到，好，继续。哇塞，是诶，骗我，这边有大江诶。难度2颗星还是有大僵尸在啦，所以这个不算好打。然后这边应该是要用斧头打爆的地方。哦，还不错嘛。可是我想要，这些东西都好想要啊！这块坏掉了，我没有带机车来，所以我没办法把东西放回去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总统聪明，是不是？我把他们把他打爆了，啊，有块布，好，不理他。哎，等等，他们都把墙打爆了，根本就不需要我嘛。我可以先把浆果吃掉，很好，我们现在就有空间了，是不是？站吧。哎、欸，有杂志哎，还不错啊，这次更新还不错嘛，有杂志可以用。然后又有这个螺栓，又有这个电线，那这次我就不拿了，我就放在这边，周身也是，然后。看要换哪一个嘛？我刚刚拿杂志，然后我带螺栓好了。哦，枪火药啊！我们身上掉什么啊？没有，还是一样布。可以捡，不可以捡，但是我空间满了。然后这应该是锅炉间。锅炉间有木炭跟板子，可以拿，可以拿，我都觉得可以拿。这边厕所，这边记得一定要开。哎、欸，爱哭鬼哦，是。兵妈妈，哦，他会怒吼，打我这样2滴，护身小，然后5个绳子，还没有，还蛮好打的。其实这个可以用拳头全过关，你知道吗？我、哦、不理他，他们就。他们做他们的事情，等下这个就爆掉，所以说不需要用到斧头。哦，那我带胶水。你在那边晃一下，然后他就那个了。那我们就开其他间。这边还有2间要用斧头开，所以说。哦，强化裤子哦，也、还好，没有很需要。那这边还有2间房间，所以是各3只僵尸的意思。啊，这边开了吗？哦，做斧头，做斧头，妈的！那我把 USB 丢掉，妈的！其实可以放在箱子里面，然后再拿来开啊。哦，2只僵尸而已，还好。然后这边有个小茶几。东西还好。然后还需要一把斧头，是吗？有这区。哦，shit！shit！shit！这么好笑啊！这么好笑啊！这大胖哎、欸，
好帅啊！穿衣服欸。所以里面有总共两只大胖，然后一只冰棒棒，然后快跑僵跟一般僵尸混在里面，还好。哦，我记坏了，那我就可以拿更多东西了。然后刚刚是这间嘛，最后一间，最后一间打开就，哦，就电视里面，哇，他没有住人呢，天啊！好难玩啊，就这样。这是材料部分，然后我这边可以搜啊，因为我搜杂志算不错。然后差不多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一区就整区就这样子一个清完了。我大概用了一个敲棍，一个大砍刀，然后一个菜刀，就这样。然后更新时间是一天又12个小时，所以是一天半之后再回来搜也可以。那我建议各位的话，可以来搜，因为有人拿能量饮料，我拿到杂志，所以说讲的算不错，还有一些基础装，比较偏向前中期的新手可以来搜，因为难度没有很高，但是你需要至少要带一点东西来，补品之类，因为有3只大只的，其中一只是 BOSS，BOSS 算还好啦，因为他嘴吼，然后打你还好，不很痛，然后再是快跑僵跟一般僵，快跑僵比较麻烦，需要拉打一下。好，然后就这样，每个时刻，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